接下来我们玩个小游戏啊，叫你我有你没有。那没有什么的，我被阿汤哥抓了八次，谁有啊？那如果大家都没有的话，得你喝哟。为什么你喝？中午的事儿放到上午。中午的事儿，现在在早上开始就开始了。这期的全员加速，我有躲在猎人箱里过。好像其他人都没有。我不是躲过，我从那儿出发过。啊，那是我们一起一起对吧？那个、我你还大劲儿，我们仨从那儿出发过。出发的。就咱进去过。对，进去过就算。对。快点，你们剪手指了，五根手指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那第六个人不就五个后面的人不就都输了吗？哦，对哦。来，彪哥直接来一个，让他们再剪个手指。我只来过一回。不是、哎，哇塞，这都得剪一个，都得剪一个。但是你除了笙哥，谁都不，谁都不会。我撞球游戏进过球，哦，撞球游戏，那次打的那个推门球都进过了呀，我也进过，好结果就先走一步嘛，啊、嗯，你得改一个先走一步果，不然我们都进过，哦，我们只是不好的结果，那我捡一个，捡一个我捡一个，亮哥说一个，我呀，我就被阿汤哥抓了八次啊，再捡一个，你们肯定都没捡啊。你上一季扎起来，整个季扎起来，你都没被他抓过八次了。嗯，好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没到我，我就剩一个了，再剩一个。我在学员加速中，我也跑吐过。哦，这个可没人能行。我没了，我也没了。嗯，我下线。哦，你也下线了。我上来第一秒被抓过。第一秒被抓。就上来就被抓过。那我也被抓了。我也一向被抓过呀，你已经没了，我咱俩都下线了，下线，咱俩要开始。我刚刚还想说呢，我说我从来没在任务零被抓过，然后结果，哎，你现在可以说呀、啊，现在可以说吗？你说，然后我抓了就再捡一个。我从来没有在任务零被抓过。哎，被抓过的我，你，我也没被抓过呀。啊，下线啦。好，我还有两个人。还咋没说呢？下线了，哎呀，下线了，嗨，是阿普，我这一季全勤。哇哦，那我讲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放都没有，就你自己放一个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怎么能说全勤呢？哦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好，是的，换一个。对，哎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我这一季换一个，我这一季藏过垃圾桶。藏过垃圾桶，藏过垃圾桶，谁还藏过？我上次想藏，结果被抓。动过这个念头也算。大家都动过，完事。大家都动过，都动过，动过，我动过，动过。试问谁不想进垃圾桶？哎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你自己要扣一个。好，我阿普扣一个。我摸过阿汤哥的腹肌，没有。他没有腹肌还是？他没有腹肌。我就是我的题目是我摸过阿汤哥的腹肌。谁有啊？大家都没有。那我们没有。没有哎、啊，你们都没有。这不会有想法也算吧？没这个想法，没这个想法。拜拜拜拜拜拜拜啊！都没有是施凯放，都没有。啊啊，猜猜。我从来没有活过任务三。活过。哎呦哇，活过。啊，猜猜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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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义父，我有几个义父了都。我被定位抓捕过两次以上，好吧？哦，那没有。哦，那我没有。没有。我有。我有。啊，我好像也有吧。没有过的掰呗，没有过的掰呗。对，那就是没有的就要掰一个。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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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了。你都有两次，我来的多呀。这么激烈。我就是得过三次加速王嘛。啊，我只有你自己得过三次。我和阿普。阿普啊，阿普。哦、oh, 啊，那我们靠一靠一靠一，行，扣俩，行，你显摆呗，挺就显摆，挺你，挺你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胜率，胜率不行。你说你来的连续两次都拿过加速王、啊，就你，没有，文涛也是。哦，文涛，你有连续？我有。哦，我完全好好，原来我早就自己想好了，真的是早就想好了。这你也要赢？你以为文涛是招白痴的？就是，完了我还剩两根手指头，我只有一根了。我也是，我两根，我就一根了。刚刚是幺幺，你没赢过，你放吧你。我在一场比赛淘汰过大于等于一个队友。你自己说的啊？这个只有你有。哎，我也有，我有吧？我也有，有吧？我有，有。我把你不淘汰了吗？完了，还剩最后一根手指头。我没有了，我淘汰了。啊，没有就掰一个，掰一个。我这一季只来了四期。
哦，我要断一个，消减一下他们的。我没有被复活过，我也没有被复活过。自己复活了自己的算吗？不算吗？也算复活了，只要被复活过就算。一个负二算吗？恭喜文涛三根手指获胜。文涛，哎，压死我的称号，压死我！我们赢了，你必须给道具，给道具啊！给道具，有什么奖励啊？送给你们一句祝福。啊！这次呢，和零七一三的哥哥们越来越熟悉，然后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很多人性的闪光点，非常的开心。嗯啊，收获的开心是最重要的，收获的开心，成队必胜。哟，哎，你今天你是我们队的黄子红牌，重用他比黄子的声音洪亮哦。今天说不定就看高瀚宇了。对于今天的终极挑战啊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下场竞赛。